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准备已久的课程终于要开张啦！这次不只是插花，还会带你探索日本花道的意境。别担心它会太高深，其实就是玩花，但是我们玩得很有艺术感。我会带你们从日本花道的各大流派一路逛过去，也会重点介绍那个专注于自然就是美的小源头。秋天插花也有独门秘技哦，我们会用提篮当花器，搭配小源流的经典花型，让你一不小心就插出花道大师的气场。如果你对花道感兴趣，但心里的声音老是在问这该怎么开始呢，那你就来对了，这堂课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如果你已经是有点基础的小花匠，那更棒，这堂课会让你有哇原来还能这样插的惊喜时刻。非常期待和你们一起探索那些让日本花道成为美学巅峰的小秘诀，还有小源流是怎么像魔法一样把自然美融进作品。报名链接就在影片中，也可以参考资讯栏里的内容。快来报名吧，和我们一起擦出生活的小确幸。